严重怀疑阿伟是捡来的。你到底是不是亲生的？你到底要过几天生日？到底是初一还是初二？你这话说的，我肯定是亲生的。我公公说他是初二生的，我婆婆说他是初一生的。他们两口子为了这个争论了好几年，然后呢，究竟是初一还是初二也不知道。哎，往年还有个朋友，阿伟过今天，他过明天，他们两个还可以凑在一起，一起过的算了。这现在都是在外面，真的，我干脆我今天给你过生日，明天也给你过生日，因为你现在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初一生日还是初二生日，不知道。其实我爸也是这样子的，我奶奶生了七个，但是好像那个日期记得不是很清楚。我妈又说她是记得清楚，她知道，但是她就是不告诉你们日期，她懒得过生日，所以我好像没有一点是给我爸过过生日的。不说了，今天晚上请你吃大餐。今天晚上你要吃什么，你就跟我说，你老婆我请客，我今天绝对大方，只要你开口我都请。这么好？那不是，你想吃啥你就说，今天我掏腰包我请客，就那么简单。吃清水面就可以了。吃清水面。啊，雪恒是想让你请的？那找我请的吃清水面吧。我也没意见啊。今天给他过完生日，明天又再给他过一次生日啊。过两天吗？现在是我公公说他是初二那天生的，我婆婆说他是初一那天生的，他们两个永远争论都不到一块。叫他们猜拳。哎呀，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天生的，我跟你说，所以我怀疑，严重怀疑阿伟是捡来的。真的，我怀疑你是捡来的。这就是你的生日礼物了，草莓大餐。那走了，那你去县城吃一顿好吃的，今天晚上都由阿伟买单。主要是你们两个要，主要是想吃肉了，是不是？打着我的名气出去吃肉呢？等一下，回家。哎，等一下，回家。我们坐那里，我们都是几个人都在那里撑着下房那里看着他。没有回家，他说我们打着他的名号说要出去吃肉，回家看哪个。确定了啊？我们不想吃肉。再问你一次，想还是不想？我都可以，我都可以。那回家，回家。都可以的话，就都回去，不要吃了，啊、还是睡干嘛？对不对？现在是，如果是我们买单，他就说好，他买单他就怕怕，你知道吗？抠，开玩笑了，你们这两个人。我告诉你，不要那么抠。你看我生日也是我自己为我自己操办。跟你们讲实话哈，我过生日你们应该你们两个安排我吃一顿，知道吗？要不我安排你们吃，你们两个要包红包的。我不要脸。那我们不包是不是不吃？我们让他点一桌在那里，我们不包红包，他敢不敢给我们不吃？看着他吃呗，我对不对？爱吃不吃。你的又弄了啥？瞎弄。为啥没汤了呢？我就放那个汤啊，太多酱油咸咸。落奶了。欠打。哎，这段掐掉啊！你好，这段就放出来，让人家喷他。真的是。被撒了一身都好生气了，而且那个女的都连道歉都不道歉，那你都好生气了。那你生气，我不是搞点笑话出来，你不要别那么生气了嘛，是不是？你看人家喷你，我不管你了。你看你今天生日，我还请个小小的摄影师帮我们拍视频吧，幸不幸福？有没有肉？你看有肉，有肉，有肉啊，有肉。你看我跟显恒就吃菜，你看肉我都不敢吃。谢谢啊，吃粉。不要这么说。没有，他说我们打着他那个生日的旗号要想吃肉。我们都是吃粉的。开玩笑的啦，我都说阿伟不太吃辣呀，我们到这里来是不是不符合他？这有不辣的呀，他其实他喜欢吃火锅的。那要不是因为经常直播要讲话，其实辣多少也是吃的。哟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这是什么？蛋糕。蛋糕啊？蛋糕是干嘛的？吃的。吃的？那你吃吧。谁生日啊？谁生日？叔叔生日。叔叔今天生日，明天又生日，哎，要不要吃两次？当然可以。100次，吃100次啊！小孩子要去，哎呦，等不及了，要去上学了。对，赶紧先给他接一个。
谢谢。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说谢谢。你不用说话的吗？谢谢吗？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没有呢？你的好话呢？就只会说这一句吗？你把生日快乐吃完，真的是。你把那个生日快乐先吃掉了是吗？哇，又是草莓哦。又是草莓，我们今天跟草莓杠上了，来吧。来个红色的，让你今年红红火火。红火火。好。来，给小宝带，来给小宝带。小宝，你替我带啊。给我。啊，真棒！直接洗浴，赶紧洗完，先让切完，让他去那个去上课了。不要吃啊！啊，你吃，要肯定要吃的。好了，洗完了吗？洗完了。这还是洗浴这么快的？这节奏这么快的吗？是的，还没说完你就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他蜡烛就吹了。哎呀，伤心切蛋糕。这个蜡烛，这个蜡烛好像都还没有那刻。刚开始点上，你看。哎。许愿这么快的吗？还没反应过来，竟然说许完了。我觉得不管是大人过生日还是小孩过生日，其实他们不太喜欢吃蛋糕。我喜欢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喜欢这个样子，知道吧？连个生日歌也没有，啥都没有，这一下子就。哎、对呀、啊。来，吃吧。你个老六，搞那么大一坨，人家还用吃吗？人家不用吃饭嘞。你给我吃一点蛋糕，等一下跟阿伟讲一点肉。蛋糕哦，他们看得清不？你自己说随便的嘛，然后我就说大块一点嘛。那客人来到这里了，太小块显得我们太小气嘛，是不是？对，要吃饱喝好。你不要当我是客人就可以了吗？是的，只是这样子话，这样子说，是不是哪天找你当客人啊？吃饭，继续完了，继续烧火锅。你最喜欢吃甜的？好甜，真的好甜，好吃。吃别人蛋糕没有吃自己的生日蛋糕甜吗？嗯，这些都是妙方给你准备的，你知道吗？伟哥，你感动不？感动了。没有，今天你要打电话给你老爸，明天你要打电话给你老爸，知道不？我到底是今天生日还是明天生日？赶紧告诉我！哇，你这个鞋开个那么大嘴巴，他饿了，你们给他吃蛋糕。那一只会不会啊？都烂了。你们给他吃蛋糕的时候，你进来给我们看他的鞋子，你看，那这个嘞，这个应该是好的吧？这个还可以穿，这个还可以穿。这个没那么饿，这个。没那么饿，还可以穿一下，将就一下，知道吗？穿起来，掉地上冷啊，穿起来。不对，那就是要掰掰。这样子、啊。穿起来冷。这边还烂了。这边也烂了。你为什么早点？一条烂的。小宝，你为什么早点不跟我讲呢？我给你买一双，啊。我们爸爸妈妈又都给我买了。啊，爸妈都给你买了是吧？穿起来，姐姐。这家伙搞笑的很。